是什么？尤其是一对由女生组成的战鼓队，是来自我们的齐天表演艺术美青年高中的表演艺术，哎，非常的精彩哦。是的，马上让我们欢迎齐天表演艺术团与青年高中的演出。Thank you.
区。刚才有讲说有些那个站台的帅哥嘛，对，这些都是美女嘛，都是中间好像暗藏了一些东西。他们讲的就是不会混进去，但是我觉得应该很幸福啊。是啊，被一群漂亮的女生们包围。哇，真的很好看，而且他们是去年的冠军啊，所以今年来参加这个表演赛啊，他们心里面因为有什么？去年在台上的时候非常的紧张，今天他们非常的快乐，特别不一样，没有外面欢迎代表来，今天表演艺术团与青年高中，好，哇，康明这边两，邓子勋，子勋，陈伟杰，林庭宇，林庭宇，哎，这个您是团长啊。不是今天的比赛当中，今天的表演当中有一个男生是不是？哎，是不是？今天只有一个呢，还是他是女的？哈哈哈哈哈！有男生哦，哦，去年表现得很精彩。啊，这两位去年有表演吗？有。哦，帮我们分享一下心境上的不同。对。推展到国际，啊，你是还是青年高中？我现在就读三年级，高中三年级。我明白，明年就会毕业了，所以你还会继续打鼓吗？还是会，还是会。那如果明年继续有第三届，你还会想继续参加吗？会。来问一下酋长吧，他这些，就算是跟女孩子，大部分会以女孩子为主，还说男生报名的比较不多。所以我们表演的话有舞龙、舞狮，然后武术啦、啊，好，那女孩子的部分就是练的时间居多，能力啦、啊，能力上，就是说如果说你要比较，你说舞狮要跳高什么？对，就比较没有那么优势。是，其实一个团队不简单，像你一个团这么多人，每天还是要吃饭的，他们会不会很会吃？不会，不会吃，所以不需要工时数就对了。非常喜欢这个女生，所以你看毕业了还是想要继续打。对啊，希望你们在那个过程当中啊，能够找到你们真正喜欢的快乐。是。那以后我们经营斗争杯啊，都会办比赛的。对。所以去年你有拿到奖金吗？哈哈哈哈哈！奖金花完了。哈哈没有关系，明年再来奖酬。对对对对对对。只能说他们可以今天来到这边比赛，一定是有他们一定的实力在的。对对对对。